欢迎收看新路谷语的游戏时光，我是莫涵。这集的话，我们还是继续上一集这个内容啊。然后需要带一个东西，新鲜的菜花是什么？菜花做菜，需要你给他带一颗这个菜花。乔迪，乔迪是谁来着？乔迪，乔治，没有叫乔迪的呀。有叫乔迪的吗？哦，这个，这家伙，好吧，我们看一下天气预报。然后前一天是被拖回来了，全天有雨，好样的。酱料女皇，小萝卜沙拉，没什么新鲜的，有点辣的小萝卜更好看啊，更好的了。这时我想起了晚春时节，我妈会把新鲜的小萝卜切在粘土片上的一个面包屑，加一点盐和胡椒，真令人怀念。我跑题了，现在再仔细看。我学会了萝卜沙拉的做法，好吧，我现在连厨房都没有，对吧？我终于腌完了，最后，哎，又看不懂了，又是一个任务。终于腌完了，腌土豆，哇，腌土豆，好样的！我把土豆扔进去啊，工匠一瓶，一罐腌制的自制的腌菜，我去看看卖钱能卖多少钱。强行被拖回来了，哎，螃蟹拿到了。好样的，我可以解锁东西了，拿到螃蟹了。哎，这什么时候拿到木棍呢？什么时候拿到木棍？两级的武器，剑我们可以放掉了。我武器终于换了，这个被坑了一回回来了，但是还拿到了武器，之前没看到。这个腌土豆是什么？能卖多少钱啊？嗯，我拿一个土豆啊，拿普通的土豆跟这个腌土豆去比一下价格。对了，我们先把水浇一下。既然有了高级武器，我们估计打怪就快多了。哎，我撒水壶，哇，在这里，颜色不一样。哎，后面就跟我去浇了573块，没长过，因为没种出来。这个应该是那个防风草，吃点这个吧，吃点吃美眉是什么东西？吃美眉吗？这翻译太简单了吧？这个美眉是什么鬼？我这不吃人的，真是。哎呀，漏浇了一个。这个种的是什么？土豆吗？嗯，哎，又漏浇了。像猫的叫声，这个游戏音乐有时候有时候没有，我也不知道为啥，很奇怪，一会儿有一会儿没。猫在干嘛？发现什么东西吗？水壶水都没有了。啊，对了，我是用这个颜色的去腌的，把这个银色的给再扔一个进去。银色再扔一个进去，然后看到猫叫了，我去看一下猫叫了干嘛呢？我的猫又跑哪去了？我的猫呢？哎，猫儿不见了，都听到它叫声，但不知道跑哪去了。哎，怎么又不见了啦？猫，要我跑整个农场找你吗？嗯，然后它跑到那边去了，去看看。不至于啊，跑那么远啊，跑房子里去了。这里面没有啊。嗯，哎，这他刚刚去哪了？那死猫趴在这里。好吧，哟，这里有东西了，捡一捡。全是钱呐、啊！全是钱啊！这里会不会种东西出来？没有。
十点啊，没啥东西，走了。我现在武器换成这个木棒，两级的，九到十六的伤害，伤害偏高了，我可以送礼物了。这家伙应该是在这里吧？这家伙是把花椰菜给卖了。嗯，怎么不在这里啊？把螃蟹送了。螃蟹，我终于可以把那个东西解锁了。来吧，最后一个，咚，解锁闪烁大原石已被移除，什么东西啊？奖励，哇，三个蟹笼，可以在溪流、湖泊、大海使用，放在水中装上诱饵，隔一天再来检查有没有抓到东西。好样的。哎，嗯，这什么情况？这什么？这块板是什么东西啊？布告栏，哦，厨师。枫糖浆、罂粟、生命寿司、煎鸡蛋、松露、海胆啊！我把海胆卖了。天哪，海胆也是要的。苹果、甘草、小麦，有没有要树莓的？好像没有看到要树莓的。腌制的物品呢？好像也没有啊。工艺室，嗯，椰子、葡萄、黑莓，没有大树莓哦。锅炉房，锅炉房那个，这三个应该是可以弄的。大地结晶我也有的，这个也有的，石英也有的，那两个没有。下次把大地结晶在身上拿过来吧。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蟹笼给放了，但是前提我需要有诱饵在里面。我去，这人品炸了好吗？银色，哎呦我去，这村长在这里，村长送你个东西，太好了，感谢你。好，可以送叛逆东西了。这个东西看起来不错呢。啊，捡这个，没有，没有。哦，他应该出去了。我那个家伙是在哪呢？乔迪是在哪的？没见到吗？乔迪是在哪看？哪边呢？嗯，先去海边吧。先到这里面看看，有没有乔迪？你好啊，哎呦，阿比盖尔，不，阿比盖尔。在问号，可以穿的，门开着好吗？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我要给他花椰菜，我去。我先看看这个土豆跟这个腌制土豆卖的东西价格一样吗？400，一个100，哇，翻一翻啊，一个100，然后。做一下这个东西就翻一翻啊，这价格哇塞好爽，200块一瓶啊，爽爽的翻起来了。我这个这么奇葩的这个语言，我要买拿那个花菜，我这一天好忙碌，我都没啥事做，还是要去挖矿嘛，采东西吧，这天就不挖矿了。把那个花菜带上，然后把那个虫肉给带上，可以当做诱饵，我觉得虫肉当做诱饵吧。
然后这个存起来，这个胭脂土豆卖了，韭葱可以卖钱。那什么，这个东西可以当做诱饵，卖了。黄水仙这个卖了，走。哎呀，我看到有个蚯蚓，前面没发现。又一本书啊，仪式之书啊。反正仪式之书基本上就是一些提示什么的。嗯？哎，我说花菜没拿，我去，花菜呢？我的花菜呢？漏了，我要给乔迪给送花菜呢。忘了一件事，花菜好像我没卖掉。在，是这个菜吧？花椰菜，菜花跟花椰菜是一个东西吗？是一个玩意吗？菜花是什么东西啊？一株菜花，应该是花椰菜啊，没错。菜花，有可能翻译错了，是花椰菜。看起来很美味，谢谢你。我正需要这个做黄咖喱。我去，把任务完成。哇，350哎，800-900块了。要不要再买点土豆种一下，收一波？再买点土豆种一下，收一波。哇塞，18个种子，慢慢种。本来就不去矿洞了。然后去把这个蟹笼给放了，去沙滩把蟹笼给放了。潘尼，我东西送了吗？送了一个，那个没送。小女孩没，那个女孩，黄头发的女孩，不会还在上面吗？应该是回去了吧。哦，在。喘息给我的，谢谢。2颗星了，先把这个吃了，工作小时吃，明明就是能量棒嘛，这什么工作小时，就是能量棒。5点了，哎呀，时间过得好快啊，一眨眼就5点了。我总觉得这样走是顶着一个肚子，大肚子的感觉。没东西，不开心。哇，吸血。蟹笼，哎，这里有东西。牡蛎，放这里吧。蟹笼可以放这里的。我怎么往里面放东西呢？装上诱饵，这没法用的吗？不能放诱饵的吗？我看这个不属于诱饵，这个是属于，也不行，管他呢，先放着吧。既然不能放，我们就先把这个肉全。哇，这里有牡蛎啊。这里也有牡蛎，海胆，哦，有海胆啊，我们可以把那个海胆放进去。
勿要惊心 ，OK。我们这个海胆的话是可以放在新的这个布告栏里面，布告栏里面需要用到这个海胆，哪里忘了？啊，这里面，我可以直接拖到这里吗？哦，不行，人在社区活动中心讲。好吧，走了。7:40，我可以先去社区活动中心交了东西之后再过去。哦，不对，社区活动中心有几个东西没拿，到时候先去交一下吧。先回去把地种了。把铜矿铜棒拿过去，还差什么没拿吗？看看差什么没拿？这个软泥不行，木头、铜棒拿一个，然后石英、地精，还有那个木头、木材、木材、木头200个木头，99个石头，10个硬木。没地方种了，18个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这应该也算了吧，不管它。这是多少？1、2、3，才三。拿点种，哦不，拿点那个，这个，拿点金克拉，做点金克拉。好了，这个瞬间没有这个树枝了，树枝挺壮的，一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先把这个种子撒了，还差三个对吧？那就1、2、3。好，种完然后撒个水，时间我去10点钟，时间过得好快。撒个水，还耗不了多少体力啊！现在，撒水。我应该弄这个生长激素，可以提高10%的生长速度，就少一天嘛，应该。木头、石头、硬木没有，木头、石头，98个，差一个啊，算了，全拿出来吧。然后一个地精，一个地精，一个地精，一个石英，一个铜棒。把这些东西交了，有点危险啊，太晚了。会不会设计中心进不去了？它关了。有可能，或者就等到第二天去了，有可能晚上就社区中心进不去了。哦，可以进。好，这个木头，然后石头，我操，木头瞬间没有了，硬木差10个，硬木只能到地下去打，
打怪除，然后这边的话有那个铜棒矿物给弄了，还有一个海胆。海胆，友谊心，不太明白什么意思。这个铜棒，然后矿石、石英和大地结晶，这样我可以少存一点东西。到时候石英和大地结晶可以卖钱或者什么的。12:40，早点回去睡了。存一下，硬木还差9个。哦，摸过了，不能再摸。全天下雨，好季节。我去，这个务农有点醉啊，一瓶就可以卖200块，相当于弄好几个这玩意儿，到时候多做几个东西腌着吧。什么好像都可以腌嘛，蔬菜都可以腌。这声音，好，这声音应该是下雨声音，猫都懒得出去了。微风，大量花粉，为什么都是花粉？每日占卜，今天没有任何倾向，命运掌握在你的手中，靠山吃山。去一趟鱼塘钓鱼，把钓到的鱼卖掉。当你陷入低谷的时候，钓鱼可以挣点额外的收入。你能钓上什么鱼的种类？由浮标决定，远近决定，当然这也是跟季节，好吧。哦，好爽，这里长出来了。我看这个腌制桶要用多少材料去做，我想多做几个腌制桶，我搞个铁棒做这个，不过没有封糖浆，木头铜棒。这个需要金棒对吧？木头20个，罐头瓶，这要8个煤炭，我觉得还是有点坑。虽然卖的贵，但是煤炭现在太少了，来直接卖了吧。我现在务农等级多少级了？还没升级，战斗等级都快上去了。我要砍点树嘛。体力还是回不上去，现在冲矿洞吧。先把东西捡一捡，有什么花花草草都捡了。哇，石头，有何用啊？石头，垃圾桶翻一下，看看那个蟹笼有没有什么收获。我不知道怎么放东西进去，蟹笼里面怎么去放那个一些道具什么的。诱饵，不知道诱饵怎么放。难道是要把钓鱼等级提升上去才能用蟹笼吗？工作小事，好东西。前一天忘记去看上面东西，可口可乐，是个工作小事。吃不完的东西，到处翻。爬垃圾桶，专业爬垃圾桶。去看海边有什么东西可以捡，然后拿来卖钱得了。
你还是缺钱啊？哦，鸟哥，哇，这下雨好像东西好多。牡蛎啊，蚌不是牡蛎。那这个诱饵到底怎么装呢？搞不懂这诱饵到底怎么装，还是没东西，完全搞不懂这诱饵到底怎么装，放不上去。哇，大收获！哇，还是金星的，天哪，金星的珊瑚呀，卖掉一个吧，我留一个在身上。我这四个有点爽了，两个这个。古老的护身符，不知道有啥用，应该是战斗装备吗？上去逛一圈有没有东西捡？那一天时间还是过得挺休闲的，没什么比较复杂的东西。或者需要到处跑到处什么的，现在这个种地东西太那个了，等级上不去啊，一定要卖掉一波装卖掉一波这个种植的东西才能提升这个等级，升到五级可以选择什么东西。石头，我还要砍点树。哇，这都是异星的东西啊，都是金星的玩意儿。留一个海胆吧，所有东西都留一个，其他全卖了，多余的全卖了，爽。我要再砍树呢，还是去打打怪练练啊？不是这个地下探索呢？我觉得探索会拿到好东西。但是探索好像不赚钱，问题探索不赚钱。花，探索感觉不是很赚钱。只能到处去看看有没有东西捡，捡一圈，然后再去矿洞打打怪啊，不是，再去探索探索，冲到20层，然后越往下面越好吧东西。然后现在我需要金矿和铁矿各一个，就可以解锁那玩意儿。但现在要么就买，要么就那个啥，但买太贵了，买不起。金矿好像一个要400块吧，我记得。而这葱又卖不了多少钱，但是量又大。葱的量很大，一天可以捡十几个，14个。矿洞深处，我现在还是要养殖动物，养不起啊。这一波土豆收了，估计到夏天应该是能养动物了，但是养动物应该赚不了多少钱，还是种东西好一点，先把务农等级提升了，然后把洒水器那个新的洒水器给弄出来就差不多了。应该是这样的。那这边树我都砍过了，木头的话实在不行就花钱去买呗。那后期有钱了就直接买木头了。好，打怪啊，不是打怪，就是。去后山挖矿去了，再冲吧。至少武器换了2级的了，不是那把剑。那把剑估计还是比较难打的。好多吃的东西，带上。
银星的。那是什么声音、啊、山葵来一口。怎么那么多山葵、哎、这个火厉害啊，在这里面不会灭的，真心厉害。冲等级啊，冲冲这个。三棍子死了，三棍子死。目标速度慢，但是攻击力高。我可以出现下一层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哇，爆炸了！我现在有这根棍子太强了。我去，一棍子直接炸掉了。而且边上就有一个下去的地方，这次怎么运气那么好？边上，我、哦、这只等级高，三个还是三棍子死，13、40，我去，这个好，这个吃掉它，我需要多挖点铜矿，我去，这里怪有点多，哟，你们嚣张，我应该把那个樱桃炸在哪来，把这里全炸了。可乐喝一下，吃的东西太多了，现在这声音好恶心。17层，才5:40，我可以通好几层，现在急着，而且随便一挖就挖出一个路来，给点面子啊。也过樱桃炸弹，好样，这有什么挖的吗？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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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炸！哇、哦，好爽，爽，太爽了，酸爽啊！这个30个铜啊，我去，材料好高，装备等级上来就是不一样。铜矿，走下一层，18层。三棍子丝。两棍子就死，我威力好大，现在随便刚了都。绿藻吃一个，真心随便刚了。这个音乐一起来，我直接要来虫子。你这好像之前来过的，这是打什么掉这个木棍，我也不知道。感觉这里还是会刷虫子，这个车没得翻了，咣一下是什么声音？哎，他还捡到种子了。这个石头能砸吗？感觉不能砸。哇，专业刷石头，紫水晶，吃了。绿藻先存着吧。40体力，吃这个。韭菜还是韭葱，差不多的东西。好，蚊子来了。嚣张，再来。比我嚣张，现在两棍子抡死你，哎呦去！两棍子抡死你。我觉得这里都要找了，说不定每一个石头下面就都有可能有那个煤矿，都要找，有可能就在入口，煤藻有可能就在入口，有可能下去的路就在入口。那这里肯定有很多这个飞虫，有可能也不在这里，但是我还是谨慎一点，一路清过去。这次10点来得及吗？来得及吗？吃东西，再吃，吃美眉，哎呀，真的，再翻译。下一层的入口呢？入口呢？会不会在中间啊？11点了，不要啊，要来不及了，要躺回去了。
它要变身了。死，这次可以风雨无阻了，我们找到出口了。要睡觉了，十二点了。那中间有东西啊，不捡白不捡，往里面冲。不知道还来得及吗？里面东西。哇，哇塞，爽！戒指还拿到一个戒指。撤，快走，来不及了。哎，这哦，哎哎，这也可以啊，有个宝箱。咚，哇，钢制轻剑，你得到了钢制短剑。看这把武器，4-18伤害。9-16伤害啊，4-8伤害，还是我这把棒子厉害啊！戒指发出微弱但是持久的光，哦，啊，这个三种萝卜是可以交的，可以用去交那个任务的。好了，我们终于到20层了，哇、哦，这什么地方？好吧，这里还是一个湖泊，不管它了。快，还有1小时，我估计跑不回去了，来不及了。要被拖回去了。Oh no， 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一点十分了，1:20，1:20，来不及了！啊，要死了！要死了！三十分！我估计过去40分、50分，哎呦，应该有点险，有点危险！40分，哎呦我去，来不及了！这次真来不及，来不及了，就跑到床前，然后他说来不及了，1:50，哦，快，要上床啊，教练，哦，终于安全上雷，矿工特产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十字弓特效，好吧，哇塞，600多块，哇。这珊瑚还是很贵的，海胆一个160，如果一个高级海胆那就是200-300。OK， 23号了。嗯，好的，那么这集啊，我们是终于把这个任务做掉了，然后等级还是没有怎么升，矿工等级好像快4级了，刚刚升了1级，可能再过一天卖掉点东西，务农就达到5级了。5级好像是有什么提升，为什么我是乡巴佬啊？我去，为什么我是乡巴佬？这名字，哎，它太难听了，我才发现是乡巴佬。好吧，那么这集我们先到这里啊，下集我们还是继续耕田种地。我觉得这个节奏还是很慢的，我录了都不知道多少集，大概将近10集了，1个季度都没过去。这游戏我估计可以录个那个180集，180集没什么问题的。好吧，那么这集我们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